大陆房地产大亨王石传出了婚变，而紧接着被爆料有新恋情。那么新欢的女主角呢，据说是电视剧《后宫甄嬛传》其中饰演敦亲王福晋的女演员。房地产龙头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一生传奇，创立深圳万科公司，年薪超过台币7000万，却在事业巅峰放下一切出国游学，震惊各界。上海姑娘田朴珺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，曾在电影《三惊二饺子》中和梁家辉有激情床戏，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电视剧《后宫甄嬛传》。认为每个人都有维护家庭的义务，他没有背叛家庭，并强调个人感情是隐私，希望大家可以保护个人隐私。像他这样的企业家也应该受到保护。